Hello， 大家好，我是山哥。山哥已经回到拉斯维加斯已经有3-4天了。现在拉斯维加斯超级凉快了啊！现在是凌晨12:40了啊，8月25号，给大家看一下拉斯维加斯的温度。叮叮叮叮，咚咚咚咚，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现在晚上有差不多20几度，啊。再过一会儿，最低温度是19摄氏度，啊，这就是拉斯维加斯8月份的气候了。现在已经逐渐的转凉了，啊，慢慢就凉爽了，啊，秋老虎还是再热这么几天，啊，到9月份，啊，9月1号开始，气候慢慢的就开始凉快了，啊，就不是那么热了，早晚凉快，中午可能会热一点点，30多度，然后到了晚上就是18-19度，20来度，啊，就这样子，这就是拉斯维加斯。你看我这个国旗啊。像我这个国旗，我家这个国旗啊，美国国旗啊，半吊子了啊，被风吹的啊，妈感觉像降半旗了一样。Oh my goodness, oh my god. OK， 言归正传啊，我说一说啊，拉斯维加斯这个气候啊，最近有很多人在评论区里边说啊，山哥啊，维加斯什么都好，就是热啊，没错，拉斯维加斯是热，因为拉斯维加斯是南方啊。它不是北方啊，它不是东北，也不是西北，也不是哪，它是南方啊，对吧？拉斯维加斯是一个靠西南，美国西南部的一座城市，它是半沙漠干燥气候的一座城市，它有科罗拉多河，啊的水源进入到拉斯维加斯，啊，它被整个落基山脉包围着，所以拉斯维加斯这个气候呢是比较独特的一个气候，但它并不缺乏水源。因为拉斯维加斯的水源是从科罗拉多河那边流过来的水，啊，所以拉斯维加斯有一个最大的蓄水池，这个叫 Lake Mead， 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了解美国历史、地理、文化的人啊，叫 Lake Mead， 那个叫英文叫 Lake Mead， 啊，叫米德湖，翻译成中文，就这个湖呢，是滋润着、滋养着拉斯维加斯地区啊，大拉斯维加斯地区，大拉斯维加斯地区超级大，分北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天堂市、大都会、亨德森、Border City， 还有拉斯维加斯，还有很多拉斯维加斯周边的啊，梅斯德基啊、梅基斯特啊，还有帕伦普啊，等等等等，好几个小县啊，好几个 city 啊组成的，包括洛杉矶地区啊，整个大洛杉矶地区啊，几个县、5个县，多少个城市啊，这就是拉斯维加斯的这个米德湖所要承受的这个压力，包括啊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啊，包括亚利桑那州的这些地方 ，Arizona， 啊 ，Arizona and California and Nevada state 啊 ，three state 啊的饮用所有的老百姓的饮用水啊，跟公用用水啊，所有的水源都是取决于我们拉斯维加斯 Nevada state 啊 Lake Mead 啊，也就是。米德湖的来源，所以说拉斯维加斯这个地方，你说它干旱缺水 ，OK 都可以，但是我们拉斯维加斯这个地区呢是要供所有啊3大洲来使用的，啊，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啊这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啊，这不是我自吹自擂啊，你们可以去查啊，可以去翻资料，看新闻，是不是我所说的？因为我是来美国已经很多很多年没老土著，啊，生活在拉斯维加斯也很多年，生活在加州洛杉矶也很多年，所以我有这个资格来说这个话，而且我已经啊很熟知啊这个 news 啊，这也不算 news 了啊，这是一个怎么讲？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懂英文的啊，老美国的啊，懂历史、懂文化的啊，也不要跟我吹啊，说啊你山哥你跟我吹牛逼呢，在这儿我操！啊，山哥从来不吹牛逼，山哥是接地气，山哥讲的都是大实话，啊，看山哥节目长知识吧，你们就啊，小伙伴们，啊，有那些吐槽我的人，我告诉你们啊，长知识吧，听山哥讲话，你们就长知识吧，啊，山哥来美国的20来年，不是吹的，啊，不是白来的，啊，新来的，这是刚来的，啊，听句话讲你都2把刀的那个一些主们啊，别跟我在这儿，啊，懂的吗？知道吗？老美国不是跟你们吹。知道吗？历史文化、地理、人文等等，善哥肚子里都是海洋啊，都是知识，都是文化呀，好吧。现在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气候啊，就是这个样子，很舒适。拉斯维加斯是一个有四季的城市，春夏秋冬都有，冬天呢不低于0度，啊，偶尔会有个零下1度左右，
啊，鱼多鱼季节。那么山上边 Charm 啊 Mountain Charleston 啊，那叫 Lee Canyon 的一个那个雪山那边是会有雪的啊，一年四季都有雪，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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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beautiful 的一个 mountain 啊，一个 snow mountain 啊。OK， 山哥今天就讲这些吧，告诉你们，拉斯维加斯现在开始 ，Las Vegas 啊，开啊，有人说拉山哥的英文不好啊，山哥的英语呢不是那种 American original 啊，那种 English 啊，那种 English 啊 ，So。Whatever doesn't matter， 啊，够了就行了，啊，够用就可以。山哥告诉你们，真实的美国华人的生活，真实的 Las Vegas， 真实的 California， 真实的 Nevada。OK，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你们爱我吗？我爱你们。OK， 哦，我的风格就这样子，山哥的风格就是。一如既往的这种接地气，这种 freestyle。 OK， Yo yo yo，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我被我的城市感到骄傲， Yeah， 见面过的 light out， 哦，今天 Yo yo， OK， What's up buddy， OK， 今天上个给你来的 freestyle， hip hop， OK， 上个的节目就是这样精彩丰富多彩，爱你们，就 Yo yo yo， Good night everybody，拜拜。